起来的时候想说奇怪，我的电脑怎么没有网路？然后就想说等一下苗头不太对劲，我赶快打电话给中华电信。然后打给中华电信之后，我原本以为我是不是今天不能开台了？后来他跟我说，小姐不好意思，你有两期网路没有缴。许愿礼包一次全拿，那是哪一个？为什么那个许愿礼包一次全拿看起来很厉害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跟你说啦，他跟我说许愿礼包一次全拿，我原本以为我是不是中大奖了？哇靠！打开里面是奥义碎片，他那个奖讲的好像我已经中头奖一样了。昨天。没办法当富豪，没有办法拿到31亿，我连在传说里面也没办法拿到。我原本要更早，我原本4:30前就要开了，结果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有在赖床。我起来的时候想说奇怪，我的电脑怎么没有网路？然后就想说等一下苗头不太对劲，我赶快打电话给中华电信。然后打给中华电信之后，我原本以为我是不是今天不能开台了？后来他跟我说，小姐不好意思，你有两期网路没有缴。两期也太多了，赶快在第一期的时候就断网路，跟我说要缴费。你知道我今天打电话过去给中华电信的时候，我还想说，我好像有点久没有缴费，该不会就是这个问题吧？但我内心还想说，不行，可能是中华电信又给我在搞什么鬼。中午的时候给我下雨下那么大，网路一定讯号不好。我还内心还想说我骂了一下中华电信，是不是就是自己摆的 ？How you like that？我听过这首歌吗？游戏王配乐来抽。哎呦，游戏王我好像蛮喜欢的哦，游戏王好像可以哦。而且游戏王我一定要听我那个怎么叫做作业用 BGM。游戏王是 OP 吗？等一下，游戏王怎么出这么多代啦？出这么多代，我怎么知道我听的那一代是什么？今晚我想完蛋，还要被先广告一波，我要生气了。不对，游戏王那一首是哪一首啊？黄金传说。我想听初代，我不知道初代是哪一个名字。炙热的决斗者哦。他说免费送一件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睡一件。靠，他这样子是这样是对的吗？还给我送体验卡，我要生气了。这件色应该不太优吧？感觉就是时间一起来吧。等一下，我要等妈妈来的时候再一起。阿狗，哦，等一下，他给我喊了一句 yes， 然后里面没有猫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给我喊了一句 yes， 然后什么？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有吗？哦，有一只，上面那一只是不是？我原本以为它会在那个十个里面呢。哦，有中一，好，对不起，我菜鸡啊，我南部人啊，再实践 ，yes， 哦，所以我又是一只猫猫啊，我怎么抽到那么多那个、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打开超多英雄哎。我真的是一堆英雄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造型就算，然后开一堆英雄，抽到迪拉克哎，因为迪拉克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想，因为官方没有给我迪拉克，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好像可以哦 ，yes 就是有 ，miss 就是没有，有，我刚刚 yes 了一波，但我现在也才两只哎，能加你啊，所以我现在四五又一个450了，所以我现在900点了，超容易死。抽到英雄的来啊！竟然看见 miss， 然后我还拿到夸克，好啊，我就一次都把东西都补足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花了1350了。我抽奖历史可以哦，我看一下，三个奖品可以再抽一次，好，
着 ，Yes， 我 miss。哦，那这个抽奖例子可以用很多次耶 ，Yes， OK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一堆抽完。可是这一堆是不是有点难抽完呢 ？Yes， 来一个吧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中一只了，中一只了。我们再把这个拼完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些我还真有点不知道，我到底有还没有。一件一件不优，但我想先把他们射完啊。因为 YR 就说他超亏的，他这个都没有射到。Go，Yes， Miss。给我两只啊！好，给个 yes 啦，是不是我们必须不够燃啊？我现在目前抽了1800了，然后又要再十抽了。yes， 哦，有咯，所以我们差一只了。yes， 中了，所以我花了2700。我花2700，我只花2700耶，我根本连8000点券的一半都花不到啊！这我根本就牛，我超多哎，我真的超猛哎！夜市老板骗钱了，刚刚真的很像夜市老板骗钱，我2700就中嘞。这东西我还需要，哎，而且我们刚好歌播完呢，还真的是歌刚好播完呢，然后恰恰好就结束，我们花了11分钟把特拉纳斯直接拿到，游戏王直接在给我最后的时候一声下去，特拉纳斯直接拿到。小倩好像是3150，我是2700。刚刚那个好像要下棋，对，刚刚那个后面是要下棋的。一个范围，我竟然还能空档。这寡客很想抓我，可是他一直抓不到我。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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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看起来不应该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竟然卡奖卡两次哎、欸，我傻眼。所以抽这么 O， 所以威力彩没中。哪有威力彩中100块好不好？我威力彩中几百块 ，OK， 几百块。哎、欸，大家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在乎我一下吗？我要哭出来了！你们都不理我，傻眼！全世界都没有人在理我。血功都吸不起来耶，哎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先乖乖推个塔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打架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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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不需要我，大家不需要我，好棒，我最喜欢这样子了，不需要我的最棒了。我看一看，我刚刚把兵带来了，哈哈一样，你们在前面的付出完全不会付诸于流水。哇操嘞！每个都这样，没事，他们先秒掉我了。
见了。没事，他们花了很多心力在抓我，觉得这样我也是值得。你看，猫猫炮车，可爱死了。所以还是我的功劳吧，硬要讲。